星期五，我会牢牢守住你的。一会儿怎么办呀？耳机和眼镜都没带。 好的，欧医生，一会儿见。星期五又在搞什么鬼？<咳> 星期五，干得漂亮！只要我叫你，无论是谁阻止你，你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出现在我面前。但是，我还是要批评你。批评我？因为你是机器人，因为你是机器人没有心脏，这就是批评你的理由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要跟着我好好学习，我要在你那个作为心脏的硬件设备里。 扎根生长。可是，那会耗很多的电。那从现在开始，你能陪我多久？如果启用节电模式的话，可以陪你8小时。星期五，节电模式。启动节电模式。 提醒一下，节电模式不能让我干活。那我干？那你就解除。待会儿再说。来，你过来。你坐。哎，别站着耗电了。怎么了？星期五，有人问我，我跟你是什么关系？ 你猜我怎么回答的？你怎么回答的？我说，你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家伙，有人叫你就屁颠屁颠的跟着别人跑。但是，哪怕是这样的你，都成为了我10多年来的第一个朋友。你明白吗？明白了。星期五，我会牢牢守住你的。